Ma me? Perché? Ti chiamava la sonna? Aspetta. Ok, fai, ehi, che se ne tolge, ma si qua... Che se ne... Hey. เป้เป้เอ้ยเป้เป้จะดิเอ้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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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อ
哎呦，呜呜，哎，哎，这个，哦，喂，那么呢？那么呢？今天那么呢？那么呢？你那狗不用叫什么名？用叫什么名字？安祖恩啊。那么呢？嘿，嘛叫什么叫那位多一天问的？哎呀，讲不到话个，哦，哦，这个，哦，嗯，哦，哪里跑啊，外边？恩家，赶紧过来，然后跑过来，哎，对，哎，妹妹，婷婷啊，婷婷，看这里，婷婷。
对吗？查查嘞，你听他查查呀，哈。
တယ်နော်ဘယ်နဲ့我知道啦，姐姐所在啊，这个样子的。哎呦，蹦蹦啦！哎呦呦呦，兄弟要小心哦。出来检验他还可以先用饭，这大型的先用饭。依照教委会的规定。
还有广府的规定啊，我都向这里学校，所以因此啊，这里学校的不在中国，你没有办法再去。你因此想要回国，但是还在兵役年龄的小留学生，回国前可请去向现在的国民法律规定再回国，以免回国后无法入境。根据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今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台北市九成以上的校园游乐器材都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游乐器材都没有标示安全须知和使用方法，儿童馆焊接不牢靠，甚至发生腐蚀现象也处处可见。另外，溜滑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斜度太大，不符合标准的四十度。如果孩童不小心滑，肯定你要特别小心了、
天要赶快，今天怕不赶快，人家嘛刚走啊，我回头直接人家弄走了。妹妹，妹妹，张姐姐。哇，你这几个意思，阿对阿对阿对，阿对阿对，刚好给阿我都给不了，真的是。
这是那个现在选举这个宣布这个竞选以后还要提出来一个名字，现在对政界和共青党之前我们也不能够看看究竟是他的这个政治战线吧。好的，那么现在也给慢慢的谢谢你，我们就是对中国方面的态度，当然是李登辉先生要表达。